好像有路。回去吧，又是个死胡同。他娘的，老子就不信了。啊，你说他这是咋设计的啊？怎么就找不着一个出口了呢？嘿，小隐秀，你学陈大妈还挺像的。哼，他呀，就是想当陈大妈。那像陈大妈咋了啊？你们是都对他有成见的还是怎么的啊？哎，我可跟你们说啊，咱这一路上要是没有陈大妈，咱还不知道怎么的了呢，是不是？嗯，行了，大半夜的嚷嚷什么？哎，我说，要不咱爬上去？爬上去？这这么高的墙，他怎么上得去啊？哎，有了，垒人梯。哎，你看，咱们三个人啊，够高了啊！来来，你看看，踩我这儿，我垫底啊！来来，踩。哎呀，行了吧你？要踩也得踩我的呀，我垫底。行了，这话还是我来吧。哎，志姐姐，志姐，你这还怀着孕呢？没事没事，你。哎呀，我来，我结实，我结实，来，我来，志姐姐来，我来，上来。踩我走！哎呦，铁子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快点！谁呀？来了！这就是你的相好啊？是。咋样？能看见吗？时间姐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我走。没事，脚崴了。来，快点走！怎么了？走了，走啊！一会儿再说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来，怎么了？敌人来了，走。徐松他叛变投敌了，他出卖俺们了。你这是又看到什么了？你还不相信呢？啊，冰谷，俺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那么相信徐松啊？啊，他现在已经带着敌人来了，就在前院。志坚姐，你刚才到底看见什么了？快跟冰谷好好说说呀。同志们，严峻考验的时刻来到了，大家都要做好战斗准备。胜了！啊，胜了！冰谷，是不是？冰谷，快喊徐医生！别慌，
谁生了？贺双莲，她要生了。她刚才肚子疼，喊我去给她做检查。我刚把她裤子解开，我就看见小孩头都已经出来了，怎么办？我害怕，快喊徐医生啊！别慌，长征路上我接过生，我来。取两个人烧水，把剪刀煮上。谁带着棉衣呢？贡献出来，当襁褓用。雪明，纱布、点滴、酒精、缝合针全都准备好。都有。别走啊你！拿什么走啊你？有敌人呢，敌人你们也不顾了？啊！志坚大姐，你真的看清楚有敌人了呀？当然有了，俺亲眼看见的就在前院呢。你看看这些人，哪像这革命队伍啊？生孩子，来敌人了也不顾了。就是。集合，赶快集合！有情况。真是的，都露头了。雪明，拿点酒来。哎，加把劲儿啊！来。啊！啊！别憋着，喊出来！喊出来！喊，双莲。对，喊出来，双莲。不能喊，院子外会听见，透露目标。拿双被子来，被子，报告，没有人。报告，没有人。老参谋，我看呐，徐军医不敢藏人，更不敢把人藏在他们家，莫非他脑子进水了？干脆先跟我呀回团部喝上点茶，我让别人给你备上酒菜。别说，使劲好。哎，双莲，你怎么咬人啊？没事，让他咬呗。双莲，放开，咬我！双莲，让他骂人，骂人就松开了。对，双莲骂出来就好点了。不，什么远房亲戚就好，俺早想起来了，他这亲戚不认识。闭嘴！你们都听我说，有情况！你先等会儿，别说，你准备点那个草灰，竹筏剪子，再拿个被来。好，我找冰姑。有什么情况？快说，有什么情况？哎，那个志坚大姐说了，她真的看见有敌人了啊，就在前院。有敌人也不行，生孩子呢。不是，冰姑说的。哎，别说，不要不能进。敌人，生什么孩子？敌人都不管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听不听我说？哎呦，我的天啊！志坚姐，你到底看没看清楚啊？就是啊，你到底看清楚没有啊？哎呀，真是，哎呦，哎呀，急死人了。
的？不会穿墙术？那就不信这个邪了。明明咬着你了。会有娃娃的哭声。我咱们小心，小心！哎呀，牛粪啊！往哪儿踩不好，非要往牛缝上踩啊！哎，越看也对，牛凤行说了，罗参谋是个名人，我也给他展展馆，所以啊，这闲话就插在牛缝上了。那个罗参谋，我们那个院子留口井，要不然你下去，就把那个脚下去洗一洗吧，赶快。我看行，可惜了皮鞋了。这猫啊，是人的前世。人呐是猫的亲生，所以这猫哭，跟人小孩声音一样的，一样一样。
朋友，正想这么大的事儿，就让我做了决定。我心里头可不好受了。可是你说，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我也只能那样，对吧？娘娘，要是你在就好了。要是你在，就不用我自己做决定了。这是我们老连长陈大曼同志。大曼同志，我们是赶来救援的。都有了，向大曼同志敬礼。哦，你们知道我啊？久闻大名，连里还讲了个故事，说新来个老连长手拿三八枪，抬手那么一打，百步能穿杨，把个敌营长追得直喊娘。要问他是谁，假小子陈大曼。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哦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走。我们一直在水南村、凤村一带寻找，昨天听说王林村开战了，我们就赶了过来。是村里的何老汉带我们找到营长的。大曼同志，你还有长枪啊？哎，可惜不是我以前的三八了，不过总比小手枪好使。行了，你好好养着，我们走了。等会儿。三连长，我把大曼同志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们的任务是出去侦查。如果万一碰到家属队的话，绝对不可以贸然行动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他出现什么问题，我饶不了你。行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儿。走了走了，连长，我们走了。看住了他！哎，太好了！刘雪明啊，这是你亲手迎接的第一个生命，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好，谢谢你。很快啊，你就会有你自己的孩子，他一定像你一样可爱美丽，带给你全世界最赤诚的纯真和美好，叫你妈妈。妹妹，你这咋了？啊？这怀着孕可不辛苦呢。没事，徐医生，他是怎么了？他可能想男人了吧。哎，真是，我们这群姐妹，尤其是怀着孕的几个，连日奔波逃命，没有一个自己的男人在身边，真是命苦啊。来，躺下休息吧，你们母子平安，
一切都好，可以放心了啊，好好休息。来，徐医生，你辛苦了。没有，没有，都想件开心的事儿。从重庆女子师范大学毕业，我就认识了他。他那时候是一个对事业很有理想，对同志和工作都很有热情的一个人，组织派我们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，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。后来跟他在一起的日子，每天其实都面对很多困难，很多危险，但是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一点都不怕。后来没多久，组织就批准我们结婚了。直到接到了上级命令，我跟着冰姑赶往南京，他留下来转入了地下的工作。两个月前，我跟冰姑从南京赶往武汉，他却意外的在武汉出现了。那次是我们分开后第一次见面，那次见面我们真的很开心，也就是那次我更加确定他就是要跟我一辈子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可是在走的时候，他再三地叮嘱我，说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并且希望一直跟我秘密保持联络。我答应了。后来我跟冰姑赶往了经济鲁豫地区，而就在那个时候，组织带来确认的消息，说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，敌人一直在秘密地跟踪我们。可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偏偏也出现在了那儿，并且私下地跟我联络了。那个时候，其实我知道他出问题了，可是我真的无法面对，也没有办法相信。直到有一天，冰姑告诉我，组织带来确认消息。郑龙涛他叛变了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这辈子都不再见那个，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。可是我却发现我怀孕了。徐医生，现在就只有你能帮我。所以就算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好不好？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冰姑有什么事要找我呀？志坚大姐，你跟他说。徐总，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俺们的？啊？不说是吧？那好，
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了，你就别想走。走哪儿去？等会儿还得给所有的孕妇都做检查呢。孙志坚，特别是你啊，今天你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啊。哼，你别找借口。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走走走，到首长那儿说去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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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废话。走走走走走，进去，进去。怎么了你们？志坚大姐，你说。那好。哎，你说你是国民党反动派呢，还是共产党解放军啊？啊，你到底是算是哪一头了？今天你就当着兵谷同志的面，清清楚楚交代清楚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兵谷首长，是志坚大姐发现徐松有情况。怎么的？无话可说了吧？啊？你这个反动军官！你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呀？啊，孙志坚，说话注意分寸。冰谷，别的事儿你可以不相信啊，这个事情你还非得相信啊，俺是亲眼所见啊。就是这个反动分子徐松，他昨天呀穿了个国民党的军官服，带着一帮子国民党反动派，就进了那个前院了。对了，想起来了。还有那个郭小凤呢，那个反动派的那个什么什么旅长男人，叫那个什么黑土匪，还有那个什么二狗子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有这么回事？你在哪儿看见的？在哪儿看的？这事儿你别管，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吧？徐总同志，就是你快老实交代。说。没有，你看错了。看错了，俺看的是亲亲的，俺是真的亲眼看见的呀。就是就是，你还要耍赖啊你？你笑。是志坚大姐，她亲眼看见的。你还有其他证明吗？哎，李秀，你有没有亲眼看见？反正有人看见。孙志坚啊，他长久以来一直是对我怀有成见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只听他的一人之词。你说什么你？孙志坚，你也让人家解释一下嘛。其实。我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。嗯，我刚才去看了那个产妇，还有刚刚落生的婴儿，检查情况非常好。我真得多多的感谢你啊，冰谷。谢我。是啊，本来说起来这都应该是我的事儿，可是，在关键时刻，我却没有在场，多亏了你们了。这本来就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嘛。当时情况太紧急了，幸亏没难产。真的太好了，今后只要是顺产的话，你和刘雪明就可以独当一面了。啊，对了，冰谷，现在外面有几个孕妇正在急等着我给他们做检查，我就先出去工作了。你走，你往哪儿走啊？你还没交代清楚呢。你就是不能走。孙志坚，现在外面正有几个孕妇正在等着我给他们做检查。你别拿这个东西打掩护。你知道俺们村拿这个猪为什么养的是又肥又壮的？为了什么？为了猪好啊！那就是到了年根底下宰了它，好过年呢。孙志坚，怎么越说越离谱了？没事没事，孙志坚说话离谱不离谱，我都有数。冰哥，我真得出去给两个孕妇做检查了，好吧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你站住！截住他！对，你还没交代清楚，不能走。李笑。孙志坚，前天给你做的那个验血结果，还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贫血、内分泌失调，你待会儿一定要出来再好好给你做个检查，要对胎儿负责，啊！哎，你看看，这又在放烟雾弹呢。俺这是抓住他的狐狸尾巴了，他就说俺这问题那问题的，他休想得逞的。
冰姑啊，你怎么总是不相信俺呢？啊，人家秀云秀都相信俺，就是你不相信。哎呀，非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。志坚大姐，坐吧，坐吧。喝点水。谁说我不相信你啊，志坚同志？我相信你。你真相信啊？我相信你的正直，你的忠诚。我更相信，你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但有的时候，好心往往会办坏事。那好心办坏事呢？你这个人啊，看人太黑白分明了。那当然了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呀，难道这有错呢？以前我在敌占局工作的时候，经常穿阔太太的衣服，成天打麻将看戏，有的时候还陪那些阔太太抽大烟呢。啊？如果那个时候你见到我，你会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前段时间我们在重庆和美国调停组工作期间，我穿的也是一身国民党的军服，还带着少校军衔。如果那个时候你再看到我，你会判断我是黑还是白吗？那你是说啊，这个徐总是打入敌人内部的？他的事没有和我说起过，他不说，我想一定有他的原因。我相信他。你们没发现吗？徐松这个人太需要别人的信任了，他太想别人能够相信他了。我们应该给他这个自信。经过这段时间，我有把握徐松不会对我们的家属队造成威胁，而且他一直在尽力地帮助我们的家属队。那么至于他怎么干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，他不说我就不用问。这就叫信任。哎呀，还有一笑。嗯，是。这段时间你怎么变得浮躁起来了？我浮躁了。是啊，咋咋呼呼的，想去陈大曼啊？我告诉你，陈大曼可不是咋咋呼呼的，你呀只学到他一点皮毛。啊，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学到他一点皮毛啊。傻孩子，来坐吧。就是。哎，砸不开，咱们得翻墙进去。翻墙？老连长，记住营长的话，一定要冷静。行了，别啰嗦，这儿来，走。怎么要喝酒？你喝。我是从来都不喝酒，而且我待会儿还得帮几个孕妇做检查呢。后院保住了，不比过一道生死关还好啊。今儿喝点。来，今儿高兴，喝点。你这话真说到我心坎里了。咱得喝一口。哎，我看你今天老是在笑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人家很久没和男人一起喝酒了。别呛着啊！许嵩。啊。
留下吧。哎，我会的。后院闯过了这么大的难关，接下来应该就相对安宁了。我要好好的照顾他们，让他们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成就。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再危害到后院。对，我会守在这儿，不会走的。许嵩，留下来吧，就咱们俩，永远在一起，好吗？